实在这个团体啊，实在有一点糟糕了。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喝了酒了，其实是事实上是比较开心的场合了哈。大家他录音嘛，陈升录音啊、哦，他去探班，我们去探班，然后就也在那边开聊天。对，然后突然间，升哥就蹦出一句话出来：“你们二流的，赶快追上来。”你们二流的赶快追上来，意思说他一流的，他这样讲是对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来了，客家话叫客家话吗？他教过一个客家女孩。刚刚你那个歌里面呢、啊，就有客家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唱了。对，教我们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宪哥有没有学过客家话？客家话，客家话，他哪一七分？十番，七番，哦，再来，还有呢，就是哪一个？有一首歌大家应该耳熟能详，对，叫做《天公落水》。天公落水啊喂，哎，对，阿妹啊喂，然后阿妹是妈妈的意思，妈妈啊，阿妹是妹妹，阿妹是女生的意思，对，是教一下哈，来。天公天公啊，落水呀、啊，阿妹呀、啊，大到初日，大到杭水边，杭水那、啊、又长又长，黄、的水中就来就去，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。我唱的都是广，我来考你一个，你有认真？好。鱼啊，哎，鱼的那个客家怎么讲？我知道，你刚没注意听。对对。鱼啊，这样你看这个多冷。再来一首。谁会暗讲这个，我们就会。谁会暗讲嘞？罗时丰的歌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谁会暗讲？试试看啊。唱一段，好，我先唱好了。谁会安江？谁会安江？出生的地方，白白的那次风风的再顺，露珠也袂光芒。谁会安江？谁会安江？谁家的牛蛋花？菜呀，炖菜甜蜜的笑容，色彩呀，叮咛响。红花呀，女人打来这这么改。东南跑呀，上头是温柔后山，爱我不会散。红花有眼也会眨。一下就没有办法，这太难了。这个真的是。但是 Same Way 的意思是，妹妹很漂亮。对，听说很漂亮，就是 Same Way 讲啊，非常漂亮，是 Same Way 东江吗？东江啊，非啊很很最高级，清江不是东东江哦。Same Way 东东江，不是清江。哦，不错，那么这首歌好像有点难，对不对？另外一首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了，是吗？比较了解客家本色那一首，对，小钟要教我们唱，对呀，小钟没事，连么甘蔗那个，对呀，不是吗？两啊，你甘蔗偏啊偏重，地里的卡又痛，两个蛇尾动啊动将，地那个痛卡多。客家粉色。
色，客家本色，来，二三四，红山国台湾，五边叠加，上万八边江上当天，熬到英雄错几十年，不舍埋怨，世世代代就敢用天天传家。每次到客家村呐、啊，只会唱第一。我们去参加这个选举，选举都会唱，都要唱这一首。对对对对，礼拜礼拜。那用客家话自我介绍好了，会不会比较简单？哦，那我是康康，怎么？那是孔孔。孔孔孔孔。哎，孔孔。那吴宗宪怎么说？我那是宗宪。你写的便秘。宗宪。总片，总片，侯佩岑呢？还有劈岑，哦，劈岑，很好笑啊，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听。来来来，先来个客家小炒啊，好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场炒一炒啊，给我们这个下酒菜来一下，来，客家小炒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直接，因为他唱片有这一首歌嘛，边做菜，然后边把这个菜给做好。这是他新专辑里面的最新的一个主打，就叫客家小炒。啊，下一张他也写好了，僵尸炒大肠，东西抽开炒，好吧，来来 ，music。我以为你切到手哎，听起来。风格好吃的客家你一定有一味，客家小炒在咱庙里这边叫做茶吧，茶一碗好吃个胖胖个茶吧，不免收遐多。白白甜甜的麦片个三三个友谊就是自家。炒肉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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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吃的客家小炒耶，毛肉噶炒肉噶炒肉噶炒肉。客家小炒，好吃。客家小炒，唔免洗餐厅，一般餐厅炒来炒嘛，他一唱就忘了切。客家小炒，一脚进脚跳啊，又可慢慢的揪出来。哎呦，赶快利用。这是个上上切切切，这个泡水的绿绿的切切切，青菜倒瓜切切切，切辣椒肠啊切切切，切好的三层的叉叉叉，叉到规饼油油香光光，香滴滴香到叉叉叉，来三层海边就是一家亲，炒肉啊炒肉啊好吃，炒肉啊好吃的客家小炒，哎炒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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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的客家小炒。一丢三餐个黑夜棒皮板板的炒出来，七七刀油个昂油就配料来出丢。